好 ，Hello， 大家好，咁啊，欢迎翻到嚟呢一个嘅 Pokemon 系列啦。咁今次玩嘅系就系绝对幻影 DN 啊。咁之前咧都有玩过嘅一个嘅系列啦。咁但系咧，点解会玩翻呢？就因为咧有观众咧就指出咧就话咧，点解你会用啲咁弱嘅精灵嘅组合啦？系啦，咁我都之前有睇过啦，都知道咧，我系因为咧就俾自己一个嘅挑战或者系一啲嘅随心所欲自己玩呢个 game 啦，所以就唔会话好强嘅。咁但系就有人指出咗啦，咁我就睇下今次玩会唔会用啲劲少少嘅精灵啦。OK， 咁啊重新嚟过啦，可以啊俾大家睇下咧，经历过可能一啲 MMO 啊或者系剑盾啊呢一啲嘅 game 嘅一啲嘅努力值嘅概念嘅时候咧，喺呢个 game 会唔会有用咧？绝对还难。好啦，我哋嚟啦。这个游戏一定程度上咧反映住作者对现实版嘅理解，游戏充斥住作者嘅观念主义口袋菇啦、精灵菇啦，同时会反映咧相关嘅社会现实。我系口袋猎人 J， 而家俾你介绍一下呢个世界。这个世界由某一个情绪咧建构出嚟，如果接受唔到咧，咁即刻最好熄呢个 game 啦。你应该知道呢个世界规则咧俾唔到满足感你嘅。呢个系建立喺咧现实主义同埋真实精灵嘅口嘅产物。喺现实当中咧，冇几多嘢咧会按照住剧本发生嘅，冇人嘅人生系顺利嘅。生活咧总有挫折、失败、泪水，因为世界残酷。同时呢个世界都系美好嘅，我相信你一定可以体会到失败后嘅快乐。Chip Boy认为自己系最厉害，因为永远存在住比你厉害嘅人。好啦，开始啦，好，我哋拣男仔啦。咁啊个名咧就用翻我名啦。好 ，OK， 越传越重嘅精灵咧，啲游戏马上要开始啦。无论几残酷咧，路都要继续行。记住咧，冇人有义务咧去替你对住你放水。喺呢个残酷嘅世界，只有自己变强先生存到。但有一日你可以见到猎人 J， 好 ，OK， 好，突然之间有个光闪出嚟啦，终于成功啦！呢个系佢屋企系嘛？你系边个？点解会喺我度嘅？系大哥哥终于见到你啦。虽然依家我应该比你大，但我都系叫你阿哥。有好多嘢想同你讲，有啲嘢必须同你讲，好好听我讲。我叫系啦，冇时间啦，消失咗。哦，今日系你重要嘅日子喎，阿妈催我啦 ，OK， 终于落嚟啦，最近又瞓到懵咗，头先一道闪光过嚟，然后有个男仔一出现喺我房间，你肯定发紧梦啦，系咪因为咧今日咧要领取呢个精灵咧，琴晚太兴奋冇瞓，好，准备好嘅嘢准备好啦 ，GB 播放器 ，OK， 咁啊可以去啦，多谢你啊，舒拉比，可惜咧穿住时空咧太耗费体力啦，啱啱咧脱离危险咧，我唔应该咁心急嘅，你都系好好休息啦 ，OK。好睇嘅少年，听我哋今日咧就要六个伙伴。我叫希塔咧，系新助手，负责咧监察住呢个精灵生态嘅。听上有啲高高在上。我仲喺成都咧，周围睇下啲栖息地。系啦，恐怖博士等紧你。OK， 呢个时候我哋当然即刻攞出我哋嘅 GB 播放器啦。系啦，登录。系啦，几好嘅，其实呢个 GB 播放器我觉得都好嚟啦，跟住可以入上。恐怖博士终于嚟啦，分别火系小球火球鼠啊、小巨鳄啦，同埋谷草叶嘅，俾我加你嘅选项选择先。好，咁啊，今集嘅话其实就比较偏向劲少少嘅组合啦。咁当然啦，呢度入面最劲嘅话一定系火或者水啦。咁我哋拣水啦。好，嚟啦，得到小巨鳄，点改名唔使啦，唔使改名，确定吗？确定。精灵受咗伤咧，用嗰度回复一下得噶啦。OK， 但系你已经拣好啦，你哋系。连爱都唔识，我哋系最强嘅犯罪集团火之兵团呢度收藏稀有嘅精灵归我哋啦。后会有期，你追咗啲咩究竟？去咗29号道路，我会尽力嘅。泥鳅啊，佢哋都系实验室嘅精灵啊。OK， 佢抢走咗咧，就系一啲高种族值嘅精灵啊。头先见过批。研究所发生咩事？头先见到两个黑衣男啊咧，去到呢个29号道路，唔通同我哋有关？我都去睇下啦。OK。哇！做咩恐怖？呢副把都系俾电话你先，有咩情况即刻联系。好嚟啦，好冲佢。嗯，咩事啊？你做咩啊？靓仔好鸠唔拦路，好似点啊渣仔咧，竟然夹硬咧阻我哋火之兵团嘅路，头脑子弹开，上得土狼圈，扭拉你都上。哇！好似好犀利咁个画面。原来垃圾咧，原来木竹喎，你嘅土狼都弱到咧，好似咧只狗咁哈士奇雪橇啊嘛！算你好彩，今日咧雪啊，落日方长，垃圾就垃圾，呢个精灵唔小心啊！睇嚟战利品都唔错，即刻将佢哋还翻俾我哋，系精灵博士嘅精咩啊？系啦，博士嘅精灵，
即系话呢个冇属于你嘅嘢，呢个系我嘅战利品，我嘅嘢嚟噶啦。俾我哋睇下战利品嘅价值咧。哇！偷走咗只宝贝龙，我即刻登难先。哇！应该输喎呢只，一只片。哇！大镬，冇样。哎呀！第一场就要我输，唔系话抌嚟，抌起嚟。Oh no！ 我改变主意啦。呢只力并唔系强大噶，对我冇用噶，都系俾你咧。走啦，老赖。要快啲咧送俾博士，我唔想送得唔得？哎呀，已经揾翻咧被火箭兵团抢走嘅精灵咧，快啲咧还翻俾恐怖博士咧，我唔想还，得唔得 ？OK， 好，佢呢度，我阿足而家调查紧咧抢走精灵先，哦，你已经见过佢哋啦，将精灵攞翻翻嚟，算系啦。不过实际上咧打低咧都唔系我啊，系一个红发嘅少年，但系你攞翻嚟嘅只有一部分啫，做一部分应该系首相咯。原来系咁，睇嚟咧都系将咧火箭兵团所作所为咧立过案啦，相信咧事情好快得到呢个处理。口供咧录好啦，我而家翻警署。OK， 拥有精灵嘅你咧，依家都打算去旅行，而家成为咗同训练师精灵配合到咧好紧要嘅，就咁咧去附近精灵道馆挑战一下如何，提高知识嘅呢个水准。哦，馆主阿速啊嘛 ，OK， 旅程好啊，要找阿妈倾偈。OK， 倾。买个跑鞋 ，OK， 要唔要存钱？存钱啊，帮我啊，唔使唔使唔使，我冇钱，冇钱得3000蚊就 OK。哇，呢度又中个笔啦，有时就系咁咧，会破图喺度。好，呢度咪有一 set 嘢，快，跟住，你系揿呢个掣系啦，揿一下个鞋掣咧就会自动跑噶啦。29号道路野生精灵生态系统数据记录完毕。OK， 准备去下一个城市比试一下喎。哇、哦，好劲啊，大佬！好、哦，应该 OK 嘅。点啦？咩嚟样？哇，咩嚟样？哎呀，即刻中咗正电。OK， 冇事。盾甲龙呢啲冇问题啦。水技，好、哦、喷死啦！水技，送精灵球俾我。狩猎球，诶、欸，大镬！我揿得太快咧。佢头先唔知送啲咩俾我啊，应该。同埋呢一度好似有精灵可以攞嘅，我记得。我呢度 save 下先。火球树抌低咗，冷血无情嘅人啊！好，呢度咧大珍珠搞呢个草系好实用嘅技能。呢个咧，嗯，冇。可能我记错咗，呢一度好似有个精灵可以拎射文红 ，OK。呢啲唔使要啦，呢啲我哋今次嘅目标咧就系咧唔使点样卡关可以打赢呢一个绝对幻能。好，可能去到打联盟就完噶啦，基本上，因为我记得 DN 嗰个系列咧，好似系去到打联盟，跟住啊唔系喎，好似仲有咩关刀嘅系列噶，唔紧要啊，好长唔系好短啫，其实都系，哇！你就系恐怖博士啊！委托个新人系嘛？我阿爷咧，图鉴嘅训练，图鉴嘅制作者人称大木啊，同恐怖博士系朋友嚟嘅。我托咧恐怖嘅委托嘅，将呢个图鉴交俾你。图鉴可以记录你嘅精灵啦，对捉到嘅精灵咧能够显示数据。哦，系啦，差啲唔记得自我介绍。我系小六，嚟自关刀嘅，有缘再会了。OK， 好，哇，真系令人怀念。哦，抱歉，你要回复精灵啊，我精灵已经回复好啦，请。阻住我回复啊！一入嚟又，我话你即刻讲去下个城。诶、欸，你就系嗰个训练家啊！呢、這个时间应该啱啱同小银遇到无奈啊！我自言自语啦，唔好意思打搅晒。请问有冇见到红发少年啊？佢隔篱有只纽拉嘅，见过喺29号道路见过，不过咧唔知去咗边。咁你知唔知佢而家喺边啊？呢、這个我唔知喎。多谢你。咁应该沿住呢条路咧，我必须揾到佢，将未来话俾我。小蓝啊，少年个名系 M K 新，唔该。一世 MK 新，好 OK， 好插地图卡 ，OK， 哇老鼠啊，好，即系小拉大其实都可以话系算唔算劲咧？普通啩，好，唔可以称得上系劲啦，系咯，好嚟啦。我的精灵啱啱捉嚟，一个泡泡喷射咧，射文红。哇！佢呢啲已经有果实啦，但系继续喷水喷水。
呢只唔拍，呢只草系嘅。哎呀，啱啱先剩嘅呢只草系，死得啦！一嚟就要俾钱佢啦。Oh no！ 好，所以其实呢只 game 个难度都系有嘅。哇，又濑嘢啦，我望个图像又濑嘢。呢度找啊，找啊。OK， 够你啦。好多啲训练街度。OK， 咦？呢个唔系打嘅，呢个咧我都讲实啦。你仲未摘个金过，有金果盒咧先可以收集啦。俾呢个你，你自神路嘅阿柳多多指教。话说咧，成都地区有唔少可见嘅虫蚁精灵，如果可以见到佢哋咧，咁啊真系值啦。你仲系新手啊嘛？精灵爷爷可能咧会俾一啲帮助你嘅，沿住呢条路咧往右走咧就可以去到精灵爷爷屋企啦。仲有事咧，先走一步啦，行啦。哇，喺嗰度行嘅佢系。OK， 好，六金果呢一度会有啲劲嘅，我都唔知要。喂、哎，车厘龟啊，车厘龟都可以留一留，整个水系水队都好，水队。好，车厘龟登陆完成，有冇啲咩能力值啊？有啊，哇，威吓 ，OK 喎，加特攻减特防唔错喎，其实 OK， 一于咁话。诶、欸，呢只嘢，呢只嘢好似唔捉得嘅，但我哋都照 save 先啊。啊，好，利亚利亚，唔知走咗边啊又？呢、這个 ，Monday Fodder 呢个 OK 喎，搲佢。呢只系呢只系落雨喎，可以 OK very good， 齐队啦，差唔多。储水加特工减得火，搞错啊！再撞下冇啲好嘅先。小拉大啲，普普通通啦。哎，灯眼，哎有啦有啦，搵两颗豆，再嚟，再嚟，再嚟。OK OK， 睇下先。加密攻减特，加密攻减密防，两个唔同喎。我哋留住先啦，因为我唔知佢进化嗰只系咪有落雨。好，应该喺呢度啊。Hero 啦，睇下有人拜访你嘅嘢。哎呀，你系新手训练家系嘛？哦，我系精灵爷爷负责咧引领呢一个吉野市同药业市嘅新手训练家过嚟坐。呢个世界存在住各种精灵，我哋同精灵咧有好相处，共同生活。优秀嘅训练家咧同自己精灵咧相互信任啊，共同进队，希望咧可以成为你咁嘅训练师。个有好多咧训练师啊，被追求强大精灵，忽视咗对精灵嘅爱啊，最后走上咗不断遗弃弱小精灵嘅路。实际上咧冇强同弱嘅，只有咧识唔识激发潜能嘅训练师。相信你会明白，好地对待你嘅精灵同埋伙伴啊。学习装置，你好，我系神奥地区冠军希罗娜，会精会咩？咩很有意义啊！如果你识精灵嘢嘅说话咧，对呢个精灵好有意义。我谂你一定可以体会到呢、這个精灵系我海牛兽所生孵化出嚟嘅。海牛兽，哇！送呢只嘢噶，加速减密火，哇！死咗咯呢只已经，死咗一半咯，好似系死咗一半咯。但系加密防减速啊，应该渣渣地真系。但唔紧要啦，有机会去放走佢嘅呢只，有机会都可能会放走佢，或者可能会继续用啦，唔知道未知会唔会摆喺我嘅水队度？暂时以水队咧为呢一个嘅队伍嘅中心啊！依家好又系车厘龟，捉多只啦，既然系咁，捉多只冇坏 ，check 下会唔会有啲唔同嘅特性先。好 ，OK OK， 即刻落去，我哋即刻睇下嗰只车厘龟系咩特性啊！好 ，OK， 整理箱，冷静接雨盘，加特攻减速，呢只都还可以，唔差嘅，系啦。不过就最需减速，但系车厘龟本身个速度唔算话太高，可以接受嘅，系啊，即系好似唔知咩70零定唔知80速度咯，系啦 ，OK。咁睇下呢一个我哋嘅水堆会唔会有好大阻滞咧？玩呢个 game， 因为呢个 game 好多咧都系一啲嘅，好多都系一啲嘅战术嘅组合啦，嗰啲精灵，所以都有啲难打嘅有啲位置。成招啦，比超波波啊，打佢啊！黑麻痹，邪力龟，靠你啦！哦、oh, ，OK， very good 啊！跟住呢度行。
孤陋陋，蚊香蝌蚪唔使啦。可能我要上网睇一睇呢只嘢点样进化成牛蛙军先，因为进化成牛蛙军好紧要啦呢只。喂，冇水技喎，大镬啦！不过有水技呢只都唔得，呢只草草系啫，呢只都系草系啦。唔知草定虫呢只。哇，顶啊！玩水，大镬，无可可有，不利变眼，不利啊！大镬啦呢招，哎呀冇啦冇啦冇啦，要玩水玩全场啊！系我可以用學習装置啊。OK， 好啦，我哋将學習装置放喺车厘龟度啦。蚊香蝌蚪等下集再升啦，系啦。好。OK， 泡沫，通常泡沫就啱啦呢度。好，嗯 ，OK， 我哋行右手边，打呢个啦吓。哇，行路草唔系话，哎呀，麻痹粉啊，呢技能真系极度讨厌。Oh no， 撞啊！神光，咁恶嘅呢只嘢，大剂啦，又要输啦呢个睇嚟。佢一隻殺曬我水隊啊 ！Oh no， 輸俾只咁嘅植物。好啦，今日時間嚟呢度先啦。今集就好多嘢都未整好啦，連天氣都未整。如果有水天氣咧，其實可以打死嗰只植物，但係可惜冇啦。OK， 咁我哋今集嘅絕對雲能電影嚟住呢度先，我哋下集再見，拜拜。